在香港啟德的天龍一個漂亮的維港煙花海應該是怎樣的呢？我們看這個天龍1100呎那些，這裡就私家 lobby 出來了，就一個自己的私人地方，可以掛一幅畫或者擺一些裝飾物。這裡會有個走火通道或者是一個鞋櫃位，這都是擺東西的。一層就有兩部電梯，咁就一層有兩間，呢度就紫木梅，咁呢度可以掛幅畫咯，點綴啊！一個好闊身嘅長影廳，之後一個露台位啦，有一個湯門，流線型嘅露台，同埋佢呢度有個插座。方便你出嚟玩啦，一個長形廳，樓底都好高。呢個廳就非常之闊身同埋靚仔。玄關位呢度就廚房，就兩邊工作台啦。最特別就佢送埋架餐廳嚟，咁有個酒櫃啦。全部家電都標籤曬，爐頭焗爐嗰啲都有，同埋佢有嗰個大窗，呢個 OK 嘅。新築嘅水龍頭啦，兩個水槽啦，呢邊就係一個雪櫃嚟嘅。成個廚房就豪宅嘅配置嚟嘅，係好長。呢邊就工人房啦，有個露台仔，然後就工人嘅浴室。呢边就客厕，全部混石面，睡房，另一间睡房，呢边就主人房，海景嚟嘅前面，佢做埋个柜仔俾你啦，衣柜。然后最特别就做了一个二分离的浴室，这里可以洗嘢。咁个主人有个鬼飞阁，有个淋浴区、厕所，不是套房嚟嘅，海景房。似呢种海景单位入场价30000呎，你觉得发展商卖贵咗吗？